太太，这苏先生跟桑老爷还真是有几分像。等着婚礼一办完，可算了了您多年的念想了。号外号外，沈碧云即将大婚！号外号外，沈碧云即将大婚！号外号外，沈碧云即将大婚！大家来看一看啦，看报了，看报了！哎，瞧瞧瞧。这沈碧云呀，还真把自己当武则天了，这么大一把年纪还要嫁，那有什么呀？人家有那资本，整个上海滩的小白脸，谁不想攀她那高枝儿啊？我还以为啊，新郎官会是那个姓简的律师呢，可不是。想想简其明呀，可真是够痴情的。我听他们说呀，这沈碧云还是姑娘的时候，简其明就喜欢上她了。这不，老婆死了这么多年了，也没见娶。不知道的人呀，还以为他们夫妻俩伉俪情深，十年生死两茫茫。其实呀，这撒气了，我撒他拧了，我气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放开我，简东平，放开我，我让开着你。给，哎，简编辑，你离我是不是太近了？哎呀喂，简东平，我是周瑾。我知道你是周瑾，所以才不能让你跑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找你找了那么久，好话我也算说尽了。既然利诱不成，那今天我去未必了。不就是为了你那破专栏吗？你至于吗你？喂，我警告你啊，我的专栏不是破专栏，它的名字你记住了，叫《思想者的城市》，记住了吗？啊，城市，城市，城市。哎，你先放开我，人家看着多不好。别动我，看见怕什么呀？啊，你不是个男人吗？是男人就能这样了？哎，行行行，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真的，你，周瑾，愿意为我简东平的专栏撰稿？是。自愿。准确的说是屈打成招。给我交稿。先放开我。哎呀，什么时候交稿？十天。不行。啊，五天。你真下狠手呢你。空口无凭。按个手印。为什么几篇破稿子，你把我这么一个弱女子逼成这样，你至于吗？我怎么就没有见过长胡子的弱女子？接不接？十年了，林葛从未踏上这片土地。他无法卸下对于同胞弟弟小陈死亡的自责，他也没有回过家里一封信。但这一次，他必须回来，因为妈妈要再婚，他必须弄清楚爸爸去哪儿了，而沈家又发生了怎样的变故。看报看报，方城集团沈碧云大婚！看报看报！我看你车停在这儿，我看看。嗯，怎么了？我到底干嘛呀？叫你！快快快快！
屁股从我的脚上挪开，让我的脚出来。第二，腿从我这边挪开。什么情况？走，去看看啊。第三，出去。我怎么出啊？你出，当然你出去了。你先起来。麻烦你了，我可以自己回去。你都麻烦我这么多了，还差这么点啊？走吧。你该不是想趁机打探我家住在哪儿，上门催稿子吧？这你也能看得出来。从这儿你数3、2、23、5、8、254，数完这些就到我家了。10天之后我交稿。5天。10天和5天有什么分别？做人厚道一点嘛，别那么斤斤计较。再见。250几来着？
你的行李。谢谢你。还有事儿吗？你能告诉我怎么走出去吗？东平也来了。哎，东平，你沈阿姨跟你说话呢。沈阿姨好。乖，请坐吧。母亲，苏先生。啊。前几天点翠楼送来婚礼用的首饰，有些地方需要改，下午我让志文送回去改了，估计现在要回来了，我们别等他，我们先吃吧。方琪今天不错，肯下楼陪妈妈吃饭。方琪阿姨最近真是好多了呢，人也越来越漂亮了。外婆，我看呢，等您与苏先生办完婚事后，也得给方琪阿姨找个婆家了，您说是不是呀？小溪说的对，小溪最懂我。对了，东平啊，有一阵子没见着，你在忙什么呀？没忙什么，瞎忙呢。那为什么不到你爸爸的律师行帮忙啊？子承父业，这事业以后不交给你，交给谁啊？如果让我做律师，我勉强还行；他让我又当老妈子又做律师的，我真来不了。那前面这出去就是大路了，你怎么走了？走，就是不知道去哪。你不是上海人啊？啊，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只是我在国外待太久了。哦，归国华侨，难怪不认识路了。上海这些年虽然变化很大，但路还是一样的。你从这儿出去往东走，就是南京路，找到南京路就可以找到淮海路了，那就是你家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看你的样子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十有八九住在那儿，你家应该也在那儿吧？早点回家，刚才那个事儿，回家以后一定要跟家人说，该报官报官，该侦查侦查，别人是要你的命，千万不能不当回事儿。嗯。对了，我叫周瑾，你呢？我叫林格。啊，这个。这个是我的地址。你还是把你的地址写给我吧，回头我去找你。我的地址？你该不是简编辑派来的奸细吧？简编辑是谁啊？简东平啊。不认识就算了。林哥，不要！东平，你要是记不住的话呢，你就数店铺，一路上一共是138家，到 R54，就是我家了。哎，哎，啊！你把所有事儿都记得这么清楚吗？也不是，我只是对数字感兴趣。如果让我回想今天跟你见面你的样子，我会说你戴了一顶蓝色草帽，穿着白色套装，一件镶着五粒扣子蓝白条西装，蓝色耳钉，一条项链，白色手提包，棕色的猪皮箱，两把锁，密码是820。赶紧回家吧。再见，林格。啊，再见。
小雨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志文，对不起，我还是不习惯叫你周姐。我知道，我不该跟沈碧云擅自结婚。可是，如果我们真的想了解沈家的一切，做钢琴家教远远比不上成为他们家的主人。更何况，我跟沈碧云只是一份合约婚姻，在他的眼里，他只是想要一场婚礼，我演戏拿钱，大家各取所需。对不起，我知道让你接近沈碧云、袭击林格都难为你了。小雨，我知道你是心疼我，但是只要能帮上你的忙，我遭受一些非议和白眼，这些都算得了什么呀？我不该自私地把你拖进我的复仇计划。没关系，你不要有压力，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我心甘情愿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拿这些东西来当做筹码来换你的爱。志文，谢谢你。志文，你回来了，我们刚开始，坐吧。雨山呢？如芝，雨山上哪儿去了？母亲，雨山他今天学校有时装表演活动，上午出去的时候跟我打了一个招呼，说晚上不回来吃饭了。刚才忙，我把这事儿忘了告诉您了。阿奇哥，快点儿！哟，雨山小姐，你这是跑哪儿去了？怎么什么人都放进来啊？都给我下去！雨山小姐，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你不是打算就这么进去吧？这不是找事儿吗？脚扭了，下不着地。哎呦，让张妈看看。哎呦，怎么肿成这样啊？心疼死张妈了。走，来，咱们进去。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这成何体统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妈妈让着你，是看在你在这个家伺候了30多年，你自己也应该有点分寸。成不成体统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让开！雨山小姐，这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快下来呀！这成何体统？太太，我没事的，雨芬。我坐那儿。哦。梅香，加两个餐具。四小姐吩咐你做什么，你就做吧。哎，阿奇哥，来，你坐这儿。啊，雨山，那个我把你送到这儿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先走了。不许走！怎么这么矫情？坐下。雨山，你带客人回家，怎么也不打一声招呼？我以为你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。这位是，今天真赶巧，大家都在，我就不用再另外选一个正式的场合。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男朋友，他叫王琦。阿奇哥，来站起来，正式的给大家打一个招呼。啊，大家好。我叫王琦。没关系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这么拘谨。来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母亲，大上海著名的方城集团董事长沈碧云女士。我们还没有结婚，你叫她沈阿姨就好了。是。这位美丽又端庄的是妈妈第一任丈夫的女儿，大姐方柔芝。
旁边那位是跟柔芝姐同父异母的二姐方琪。你一定会很奇怪，他们为什么跟我不一样姓曾。这个说来就话长了，以后再告诉你。这位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位，这位看起来风度翩翩的先生，他叫苏志文，下周将与我的母亲举行婚礼，他将是我的继父，也就是我母亲的第三任丈夫。阿启哥，你看啊，说不定啊，这过了一阵子，我就多了几个姓苏的弟弟或者妹妹。我今天把王启带给大家，是想凑母亲个热闹，给我们沈家来一个双喜临门。现在，我正式的宣布，我，曾雨山，王启，我们就要结婚了。哦。既然是这样，别站着，坐吧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那就别客气，吃饭吧。王先生，王琦，叫我呢。真是来者不拒呀，什么都吃。哎呦，你怎么能吃牛排呀？你只是只猫，那是你该吃的东西吗？做猫啊，跟做人一个道理，该守自己的本分。去吧。哎，王先生，你说是吧？张妈，你是在说你自己吧？啊，雨山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不许走，王先生。柔芝，让司机送一下王先生。哎哎，不用不用，沈太太，我自己能走，谢谢谢谢。王琦，不要走。雨山，我真得走了，咱们福利院见。王琦，王琦。好了好了，人都被你们赶走了，你们开心了，满意了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明明是他自己要走的。雨山，你也别太任性了，你母亲也是为了你好。你算老几啊？一个小白脸，我们沈家还轮不到你来教育我。站住！随便你怎么样的任性胡闹，我都可以不计较。可是请你记住，我们沈家的大门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地踏进来。想要带走我们沈家的女人，得先让我看看她有多大的本事。那她呢？她凭什么就可以随随便便进入沈家大门？凭什么你可以随随便便跟一个男人结婚，我就不可以？你知道吗？现在全上海滩都在议论一个来路不明的小白脸当上了沈碧云，他看中的就是我们家的财产，他分明就是图谋不轨。雨山，妈妈，你也不好好想想，上次你摔断的骨头还没有恢复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出现了，你就不害怕吗？
谁？如果你死了，作为小丈夫，他得到的财产可是最多的。雨山小姐，既然你这么关心财产的事儿，那我就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你们的母亲其实早就准备好了，你不必担心。那最好。福二小姐回房间。是。雨山，雨山，你太任性了！我警告你，从今天开始不许你跟那个人来往。你可以不听我的话，但是沈家在上海滩的势力你是知道的。如果想让一个人消失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。今天晚饭你不用吃了，回房间自省去吧。好了。继续吃饭吧。到家门口的那一刹那，林葛才知道，他还是无法面对自己逃避了十年的那一幕。同胞弟弟小琛的死，是他永远难以直面的伤痛。把枪放下，你爸爸花。林哥，爸爸，是我害死了小琛，我对不起你，爸爸。小姐，还走吗？走，走，快走，你开车。下注，啊，请。各位，请下注。王爷这儿，买定离手。钱
写，我打你，我回家说。什么？我干嘛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要问你呢，你不写稿子，你跑这儿来干嘛呀？哎，你要不要排啊？不要，不要。这把棋拳我们不玩了。气什么拳？老子胜算大着呢。你还敢顶嘴？跟我回家去！跟你说啊，媳妇儿不打上房揭瓦，媳妇儿不能玩，跟我回家。不是你媳妇儿，你变态啊你！你是相公，我是媳妇儿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。怎么走啊？真好啊！去那边，三爷，跟我走。你这个败家子，浪费了我多少筹码？你还想着筹码？我为什么每次跟你在这都要被追呢？你在这出老千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谁出老千？你说谁出老千？你还笑你？写的真好，女别人以为我们俩一对儿呢。那不然怎么办？你是没看见刚才楼上那些打手？我说你为什么就不动点脑子的你？人家白天为什么要追你啊？人家开赌场就是为了赚钱，都像你这样一，人家还赚个屁呀、啊！周静，我求求你行不行？以后专心的写稿子，别再来这种下九流的地方了，好不好啊？一流戏子，二流推，三流王八，四流龟，五剃头，六搓背，七唱八道，九吹灰。我就是在下九流地方长大的，我写的也是下九流的事儿，我不来这儿，我去哪儿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一个女孩子来这种地方，要是万一……简编辑，我不像你出身名门，这些你都不懂。我就是一个下九流的姑娘，我没有那么娇贵。在那边说那些下九流的话，我是我的不对，我跟你道歉啊。但是你也得听我劝一句，你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作者，以后能不能专心的写稿，不要再去玩火。用不着上升到天赋这个层面吧。写作只是我的一种谋生手段，赌钱是另一种，就像有的人喜欢吃萝卜，有的人爱吃牛肉一样。我最近正在写一篇关于赌场的文章，萝卜炖牛腩。就算你有这个爱好，那你也不能出老千啊！出老千就是不对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出老千。你没出老千，你怎么赢的呀？我会算牌啊。算牌？你看啊，这一路我们经过了28家商铺。遇到了36个行人，有58盏路灯，3只流浪猫，1只狗，4辆人力车，21个住家，12家亮着灯。相比起来，一副牌54张，这容易记多了。那可是，你是不是在骗我呀？喂，你怎么证明？数去吧。数就数，18家，21家，亮着灯，1家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进来吧。我的钱包在旅馆弄丢了，我没有地方去，所以只能来你这儿。上次你寄我的地址，我还以为你是来报恩的呢。像我这么怕麻烦的人，只习惯做一次性的好人。说的是真的，里面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好吓人的！你自己看看啊，你这写的什么呀？你扪心自问，你自己会花钱买来看吗？就算拿来当擦屁股纸，也嫌太硬了。我告诉你，三天之内，你那个破专栏要是还是这副德行，你可别怪我不给你情面。我的专栏它有名字，它不是破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不管你叫什么名字。我只是知道，由于近几期的新闻好，这个报纸的销量还不错，我就算印牛皮癣小广告，都比你这个赚得多。那上次于子期的毒子被老婆捉奸在床，被扒光衣服扔在大街上的事儿，为什么不报呢？简编辑啊，上海滩那些大家族，是我能得罪得起的吗？看什么看？还不服气了是不是？吩咐做的。志无忌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好看也不能当饭吃。我可以付钱。付钱？对，但是我现在没有。我可以把东西当给你，不过我有钱了之后。你之前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当铺呢？它对我很重要，用不到。好了，我又不要你的东西。可你为什么不回家呢？你去住旅店了？不能回去，那你去。
个好玩的地方。走，我不去了。走吧。哎。